诸位同学，我们接着了看底下这一句：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护持，实无断绝。这一句啊，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讲呢，有无限的感慨。佛法传到今天呢，确确实实是像古人常讲的危急存亡之秋啊。前两个星期，我在新加坡从韩国、从日本来了几位法师来看我，他们非常坦诚，没有忌讳，跟我谈到他们国家的佛教已经衰落到谷底了。问我有没有办法再整新起来。从谈话语气当中啊，他们对于佛法整新的信心呢都失掉了，希望我到韩国、日本呢去做一次访问。我答应他们，所以我们预定这个月底，30号访问汉城，在韩国3天，在日本10天。日本可能还没有10天，我们是2号，4月2号到日本，从韩国到日本，11号我就回香港。所以这次是很短期的，我是去看看，去了解一下状况。这两个是我们中国的近邻，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都过去都是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这两个国家佛教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文化渊源非常深厚啊。我去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我现在不敢说。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一切诸佛所有法门，这个法轮呢流通护持，实无断绝。流通也不容易过去说实在话，我的语言不成熟，
所以在这个亚洲美洲啊，近代这几年啊才走澳洲，太平洋周边这些地区啊，到处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这个工作做了几十年了。我们算是最早利用了录像带、录音带经书、善书啊，全心全力的在制作、在赠送啊，累积到现在啊，我们没有统计啊，在台湾我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过去有一个华藏图书馆负责在推动啊，啊，那么自从有了网络之后，我们就尽量利用网络的传播，啊，各个地区呢也有电视广播，总是尽心尽力在做，做得不够啊！啊，地球还是太大了，啊，欧洲、非洲，啊，亚洲的西北部我们都没有做到啊，但是也有流通到那边，数量很少啊，这样已经尽心尽力了，能不能真正做到实无断绝呢？太难太难了。要想佛种不断绝，只有一个方法了，要厚积薄人。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提到啊，啊，新加坡的李牧原居士听过讲经啊，讲到正法的弘护，他很受感动，跟我商量办培训班，培训讲经弘法的人才，好事啊！啊，我也正是因为他这样的发心，才常住在新加坡啊，培训班办成功了啊，前面的三届我自己教的啊，到第四届呢，学生们有不少了喜欢听华严经
有一些并不是真正发心来求学的，所以在第四届，李牧原居士给我商量，我们第四届呢，好的学生纳入华严班，就没有发毕业证书了。华严经没讲完呢。第五届的学生不错，我就让华严班这些老学生担任助教，把我教给他们那一些方法。你去教新的同学，教得很成功。这一届是第六届。第五届担任教学的，现在身为讲师。而第五届留下来的这个好的同学，都担任助教，来教第六届。培训班呢，算有了成绩了。一届一届办下去，这些负责教的人，他们不断的在锻炼，不断的在提升，这样才能事无断绝啊。短期的培训呢，重点是在师资啊。我们用这个方法，因为在新加坡是想办一个学院，因缘不具足。这样我离开新加坡到澳洲来。澳洲我们也很努力向学院这个目标来发展。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愈感觉到续佛慧命的责任沉重啊。担不起还是要担，不能说担不起我就不担了。我们对不起佛菩萨，我们对不起老师啊，对不起这些护法的啊。所以担负不起也要摁着肩膀来承担。那么现在我们的学院还在草创，最少要等我们教室建好，这个工程同学们告诉我大概要十月底能完工。完工之后，我们尽快的来招生呐。我们先也从短期来做起。我们在新加坡办培训班呢，以这个经验呢来做基础。所以我现在劝导同学们，你们在德行上要奠定根基，
德行是修福功德了，福德了。经教上呢，你要深入一门，将来学院正式招生，你要担任这个科目的教学。如果我们的学程这个前几年来试验，从这个地方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来求改进求进步你这一个经一届一三个月一期，三个月一期一年至少你可以讲三遍两年就讲六遍，三年就讲九遍，大概就差不多了。你讲熟了，熟能生巧啊，你才有悟处啊。这个悟处与德行有密切关系。所以出家人，沙弥律仪，你要不肯认真学习，你不能够条条做到。你在经教上求悟处难了我劝导大家在佛法里扎根，完全是依据敬业三福。佛跟我们说的清楚啊，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这个话说的多么重啊！第一佛落实在《弟子规》十善业道；第二佛落实在三规五戒。出家的同学落实在沙弥律仪，第三福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总共啊，这是四门呢、弟子规、十善业道经。那么如果有力量愿意学的肯学的，再可以加上一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可以摆在第二幅三规五戒出家人学这个沙弥律仪地藏菩萨本愿经大乘佛你没有这个底子，你不能把这几样东西落实，你想开悟不容易了。为什么呢？你烦恼习气堵塞了你的悟门这个障碍堵塞去掉了，容易觉悟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慧所以三福敬业三福是讲的戒学，要从这里扎根然后你学一部经典像这个十善业道经很好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也非常好我跟李老师学经第一步就是学的阿难问世佛吉凶经
啊，每个人学一部经典，啊，学院这个开学的时候，啊，你们就要去上课。啊，你教得很好，学院继续聘请你。啊，教得不好，底下一届不聘请你了，你就被淘汰掉了。啊，现在呢就要学，做预备功夫啊。这个教室10月才能建好，那么现在才3月，至少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你要好好的用功学习，要练讲啊！你在讲堂讲，我们这里四众同学在一起都来听啊，听得很满意。觉得你讲的不错，你可以来教。学院开学给聘书给你，聘请你做第一届短期班的老师。你讲的叫听众听得不满意，我们就不会聘你。一定要努力啊，戒心相应啊，道德呢跟经教要同时并进啊，经教是学问啊，这几天我也做深入的反省，本来我实实在在不想管事啊，这么大的年岁了，我跟你们说过，你们叫我管事，你们对不起我，但是看看，啊，这个学院到今天也差不多将近一年了，啊，我要是不闻不问这样混下去，这个学院肯定失败呀，啊，想想说，还是没有法子，不能不管呐。我要不管，我对不起佛菩萨，我对不起这护法的居士们呐、啊。他们出钱出力来供养，供养让你们到这来享福，啊，把这个道场据为己有，这成什么话呢？啊，学院应该是十方的，不能变成子孙庙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法令规章来做，要成立一个董事会，由董事会来管理啊，董事会这权力机构啊，我一定去找身心因果啊，有修有德的这些大德们啊，来参加我们的董事会，就像当年我办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一样啊。佛陀教育基金会最初这个创始的那些董事都是我自己选聘的啊，往后呢我们董事的产生，
不是从信徒产生，懂事又缺了啊，或者他有别的事情搬离开了啊，不能担任这个事，由董事会大家斟酌选聘，所以基金会一直能够保持到兴旺，保持到不衰，这个方法好啊。深信因果，常常听经，啊，他不听经，问题一定出来。啊，那我选择的董事一定是天天都听经的。啊，纵然不住在图文巴，啊，在澳洲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这个网络传播，他在家里都听到啊。啊，我也常常问呐，哎，我今天讲经啊，你们有没有在听啊？啊，选择这些人，啊，不要多了，五个人到七个人，成立这个董事会，不超过七个人。啊，应该是五个人也可以了。要把它办成一个学校，啊，里面所有的一些执事都由董事会来聘请，要把这个道场走上轨道，尽到我们护持的责任。学院开学，前面两三届我还会担任一个科目，啊，我希望呢到第四届以后我就不要再上课了，啊，前面三届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上课，我的奖金不会中断，啊，我现在奖金四个小时，我再加一堂课的时候两个小时，我一天讲六个小时还行。我全心全力在做护持正法的工作啊！希望正法久住啊！希望借着正法能消除这个世间的灾难，啊，希望有济其的人才把正法弘扬光大，啊，真正能够做到普度众生啊。帮助全世界的众生破迷开悟，断恶修善呐，重新建立对于
宇宙人生正确的看法想法。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转凡为圣，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就是来干这个的，不是来享福的，不是来占有的。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是常常跟你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想享受，你想占有，错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上常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些话天天要念几句啊。才能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去掉几分。不再生这个妄想了。如果这个道场给你们，你们说这我的罪过很重啊。什么罪过呢？你们出了家了，送个家给你。就把你又送回家去了，这个最重啊。好心发心出家了，你怎么又给个家给他？他原来那个家还小小家，现在搞个大家把他家住，他就完了。所以道场叫十方常住啊。不是私有财产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有责任有义务维护，比自己的财产还要认真，还要爱护它，维护它了。为什么呢？希望它永久存在呀。代代都出高人呢。这个道场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看这个情形，我不在这常住不行的。你们同学们在一起，谁都不服谁，每个人都有私心，都有成见，都有妄想，都有分别，都有执着，这怎么得了？我在这个地方定下来住几年，帮助你们，希望你们能真正把妄想分别执着要淘汰掉啊。道心、道念、道行要向上提升了。自己的前途才一片光明。自己成就了才能够帮助众生。自度而后你才有能力度他。
所以说到流通护持，流通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是塑造自己，代表如来正法的形象，这是真实的流通啊。我们自己学不好，阳奉阴违，这就把流通啊堵塞了。经不能一天不读，教不能一天不听，你听得越多越好，听的时候要认真啊，我劝前天我还劝武装要拜佛消业障啊，在这个道场担任执事啊，你的工作很忙，一天最少拜一百拜啊，一百拜大概需要15分钟啊，你早晨就抽不出15分钟来吗？拜50拜，晚上再抽出15分钟也拜50拜就够了，最少啊，标准的300拜。标准的300拜大概需要1个小时，如果分2次拜的时候一次150拜，半个小时早晨拜半个小时，晚上拜半个小时专门拜阿弥陀佛，不要有分别妄想拜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诸佛统统拜到了，阿弥陀佛做总代表我们这个地方净土道场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要与经中相应我们要办活动活动里头是以讲经为主，为什么？这是学院念佛像佛旗这一次佛旗是为了纪念韩馆长，在此地我们找不到适当的场所往后学院的形象不能破坏办活动是以上课为主，念佛是可以定做早晚课早课1个半小时或者是
两个小时，啊，晚课两个小时念佛，那一天就四个小时念佛。六个小时上课，我们办活动啊，用这个方法啊，十个小时啊，四个小时念佛的时候，六个小时上课啊，把课程安排好活动时间的长短，不比呆板的课题啊，可以活活泼泼的来做。每一次活动有特定的对象，这个好。啊，比如说，我们以啊，这一次活动，台湾同学为对象。啊，下一次活动以海外的同学为对象。啊，第三次活动以本地同学为对象。在学校放假期间，我们可以以学校的老师为对象，以学生为对象。都可以办了，啊，完全配合他们当前的需要来选定课程，啊，我们来选经，啊，选讲一部经行。佛经可以，儒家东西也可以，啊，甚至其他宗教经典都行，啊，不必全讲，揭露啊，选讲啊，啊，针对当前迫切需要。譬如对学生，啊，我们办这个班对象是学生，像往年李老师在台中办慈光大专佛学讲座，他的对象是大专学生，啊，现在学生有哪些不良的风气，我们要对症下药。所以每一次活动啊，我们有一个宗旨，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主题啊，这样办很有意义啊。啊，我们家里面的注重，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可以自己准备下一点功夫，准备一些功课，在这个活动里面担任教导啊，啊，那么不能担任课堂教学的，担任早晚课的领众，
或者担任常住的事物。做护法的工作，红护一体，红护要密切的配合。这样的道场就活动起来了。如果这个道场没有上课，也没有念佛，住在这个里面的人无所适从，暮气沉沉，这是佛法的衰相。怎么样转衰微兴旺，我们要常常去想，要努力去做，要认真全心全力的来带动，功德无量啊！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本身做起。那一切诸佛所有法人，你说这个使命多重？所有法人包括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今天我们讲的各宗各派，我们要平等的护持。我们自己学这个一个法门呢，对于任何法门，只要是佛传下来的，我们都有使命有责任来护持，来帮助他推动弘扬。所以我们敬宗学院学院成立，我就讲得很清楚，我这个学院绝不是直教净宗，我们现在天天讲华严，想学华严的行啊，参加我这个班呢。华严怎么学法呢？要采取古大德教学的方法，你要佛讲，你今天听我上午听我讲2个小时，听完之后下午在我没有讲经之前，你就要复讲一遍，复讲不要2个小时，1个小时。我可以带2个学生呢，下午我讲了2个小时。明天早晨你复讲，如果2个同学学，1个同学讲1个小时，我讲2个小时的东西，你们把它浓缩起来1个小时讲出来，天天不间断呢。我一天讲4个小时，跟我学的人每一天讲2小时，讲给大家听，不是这样，那你怎么学得出来啊？古大德教学培养讲经的法师，就是用佛讲小咒，叫讲小咒。
啊，我们的预定。华严讲完之后，我接着讲法华。啊，法华以后接着讲楞严，楞严以后接着讲五经一论。啊，你们真正肯学的时候是这个学法，不是说听了之后不来复讲，那个没有用处的，别听。啊，这个是用古时候的方法培养弘法人才，啊，所以你听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要整个精神集中，啊，为什么呢？听完之后你就得要讲，啊，上午听了下午讲，下午听了明天早晨讲，我这边的房子四月底就完工了，完工之后我住在这边来，啊，你们每一堂课我都会来听，啊，我也求三宝加持，希望我还能有这个体力了。啊，我为什么这样做法呢？啊，无非是这个经上讲的，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互持，实无断绝。我学了我要落实啊，不能说念了就算了啊，你们真正有心有欲，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一同学习，啊，我会全心全力扶持大家，帮助大家。啊，我常说，护法比弘法难呐。啊，像学校一样啊，护法的是校长啊，弘法的是教员呢。护法要不懂佛法，他怎么个护持？啊，再热心都会出问题。啊，善护谈何容易啊！啊，外行没有办法护持内行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事出世间法都不例外。不懂佛法就不能护持佛法，啊，韩馆长过去能够护持我们三十年，韩馆长听经没有中断，啊，特别是前面十七年我们没有到场的时候，啊，那个十七年我住他家里，每一天讲经回来之后他听经做笔记，回来之后有问题的一条一条的来问，他的基础底子是那个时候打下去的，他懂啊，
有了道场之后呢，当然道场还做早晚课啊，还做这些法会呀、法会不多啊，总是也做做。他特别在台北啊，哪些法师唱念唱得好的，法器敲得好的，他去学啊。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图书馆这些人啊，打佛七做三十七念啊，这些仪规全是馆长教的啊。他有音乐天才，他这些东西一学就会啊。没有学佛之前，他唱评剧啊，他登过台表过演的。他有这个底子啊，所以他常常给我讲啊，他前世大概是赶金灿的和尚啊，因为金灿佛寺这些仪规啊，他一接触很快就学会啊，回到图书馆教你们大家。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